哇，今天因为是周一，所以这边来的人很少很少，对面只有一个人在钓，那边有一个两个人，但他们去吃饭了。我突然忘记，我也就忘吃饭了，但是我现在在筏上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准备不全，太仓促。明天吧，今天先在这儿稍微玩一下，半天。明天来这儿好好钓一天。而且今天风也比较大。跟老板上上边去，然后我再去拿个竿架，因为我过来的时候竿架忘带了，顺便再拿点蚯蚓，拌到里边去。坐在船上，今天风稍微有点大。把这个带我送回去，太冷了，主要是在这边。我也算是换件厚衣服。鱼货，一米多宽的鱼货，这是钓多大鱼用的？看来这湖里边是有很大很大的鱼。我们拿的鱼钩好像不对哦。哎，等会儿回去顺便再拿点鱼钩吧，因为也不清楚这边的鱼到底有多大。把我们要拿的东西全部装在这个里边了，再去我们那个垂钓的小岛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全，属实没法钓，手不能一直拿着杆吧。啊，这边是暗钓的，那边也是，啊，这边就是野钓圣地，但是得有人送你过去，没人送你过去你也过不去，没有路，这些地方都必须要坐船。刚刚把这个鱼竿调好，其实坐在这周边看看风景也挺不错的。这个鱼排一天25块钱，就这个占这个位置，可惜上面没有房子，要是有房子的话就好。他说之前有来着，后来被拆掉了，像万峰湖那种的，有电、有空调什么的，里边可以有床、有睡觉。那可惜我得回到车上去了，所以暂时就在这儿先玩玩。那要像是这种缓降，它下去降下去，它不就没有？不，钓定层，定层钓，定层钓。哦，那还需要一个，就是一个饵笼是吗？缠下去。你的弹簧上。哦，弹簧上。笼子钓笼子也可以。啊。这中了一条小鱼，嗯，坐了一下午。知道了，这好深啊，30几米深，35、36米。但是我要觉得我能摇得动的话，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鱼。35、36米钓起来，很小的鱼就有点崩溃了。对。哦，这是。这什么鱼？昂刺，昂刺还可以吗？然后就把它取下来，感觉还不小呢。吃玉米，这家伙。掉到鱼货里。哎，这边开着呢，幸亏没丢下去，丢下去直接就。完事儿了，钓个铁。我们在这儿突然钓着钓着鱼，突然听到了一些警报的声音啊，是它这个水库要放水，因为它下方有个大坝，用来发电的。所以我们可能它这个放完水之后呢，就不太好钓了。水流一扰动啊，这个水位可能会下降。到点吃饭了，然后我们要上去吃饭了。我先把这个蟹粒先给它松开，以免等会儿它中鱼时候把我竿拉走了。那倒是一般不太可能。我来试一下啊，可以。好，现在上去吃饭。看我们怎么回去？那话得需要靠这个筏子人拽过来，我们上去之后还得再把这个筏子拽走，
然后转过来说这个筏子上面有只猫咪，呵呵，很惨的样子。好，好，你别跑啊，往哪儿跑？你那跳水啊？啊，我好，我转这个，哇，这猫上那上去了，你回来、啊。好嘞，我们再转这个绳子回去，这个还挺方便的。船要不要固定一下给他？不用不用固定，到时候再转。好，我们靠这个筏子到了岸上。不会不会的。好的，去吃饭。这边抬掉就方便多了。哦天，这鸡在树上头。好，这边盛饭自己盛，想吃多少盛多少。我估计有两勺就够了。那你也不管，那不吃鸡肉别干。对，三勺吧，他拿双筷子，可以。好，吃完饭，然后我们再回去继续钓鱼，因为时间有限啊，不然他，对啊，晚上就。回去很晚了。好，我们再上来用这个绳子拉我们回去。是钓到什么了？钩到底了吗？挂底了，不像是挂底啊，还能摇回来啊。应该是有一条。应该还是上次，不用再掉底。好深啊！咕叽咕叽叫，这个鱼钓不下去了。这个筏钓啊，这个还是跟岸钓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刚刚给老板打了电话，然后要回去了。老板要开船过来接我，然后把我接到岸上去。其实晚上刚好风平浪静了，也没风了，是吗？饿了啊！你看这边还有插座，可以明天可以带点充电的东西下来。这还有 WiFi， 超爽。是凌晨2点钟，我们坐这个船回去我们的驻车位。
东西都没拿回来，因为明天还可能还要再上去，所以连鱼带东西都丢在那个木筏上了。啊，回到车上，米洛已经崩溃了，一天没见着了。盆光碗净，我等会儿得给他搞点吃的。先把窗户弄去啊，最重要最重要。晚上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，我在外边给我冻的。明天一定有经验之后啊，再把电褥子插着，今天必须要插电褥子。好，插好了。啊，先把床先暖起来，不管怎么样，外边实在太冷了。先洗脸，帽子摘掉，喝口饮料。嗯，这个味道还挺好的。今天晚上柴暖应该不用开了，我们今天把毯子拿出来。早已洗完，米洛还黑不溜秋在这儿。哇，喂吃的了，我先给他喂完吃的，然后我们就要睡觉了。床现在已经暖起来了。明天要加水，看看问这儿老板能不能加水。先这样，晚安。